我今天跟大家介绍这台 Welfa 北欧滴漏式咖啡机，那它有几个不错的设计，包括这个可拆式的水箱跟帮大家标示清楚的粉水比刻度。那我们现在今天示范十人份的咖啡，用60克的咖啡粉跟1公升的水都帮你标示好。那滤杯上面也有刻度，可以对水箱上面的刻度调整到刚刚十人份的刻度，就可以把滤纸跟咖啡粉放到滤杯的里面，按下开关就可以开始冲煮。刚刚我们加入的冷水已经经过下面的加热器到这边冲煮头，保持92度的热水持续的冲煮。冲煮已经结束了，那我们就把滤杯的开关给关起来，下面还有一个保温座可以让咖啡保持在85度的温度。